大家好，我是大成哥，我今天在石桥路白藤数码广场，我今天来这边找朋友拿一个硬盘，因为现在这个日坑这个硬盘已经爆满了，不行了，得加硬盘了，所以说我今天就来这边拿个硬盘。刚才我在这边转了一圈，我看到有一家店吃饭的人还是很多，所以说今天就带大家吃这家店，好不好吃不知道，也是第一次去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他这个烧麦还是可以，味道还好。花肉吃起来还是可以，分量也很大。他这儿还有其他的很多菜，但是我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，最多只是选了两个。他居然叫水花肉啊！水花肉肯定要做的，烧麦是真的可以。稍微厚度还行，算很厚的那个了。有些像那个烧麦薄得像纸一样。花肉，我选的这个是番茄水花肉。烧麦好吃，烧麦蒸的还是软硬度还是还可以，有些烧麦都是太软了，吃起都吃出来像吃肉了。稍微好吃，稍微也有稍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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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再去用它。没下班。这么滑就混了还是可以。后面我都自己吃了，不用我们来总结。这家好难找水花肉，我们已经吃完了。这家的味道还是可以，它的那个烧白是真的很好吃，味道很鲜，咸鲜味也很好，肉的选材也很不错，肥瘦也很均匀，它切的厚度也很合适。有些那个烧白就是切的太薄，蒸了之后就已经不成形了，吃着一包水不好吃。它这个水花肉呢，它是外面是用的那个红薯粉，里面是那种瘦肉，外面红薯粉还是很 Q 的，味道还是很好。我点的是个番茄味的，番茄汤喝起来还是很鲜，番茄味的很多。它这个水花肉里面瘦肉还是很多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吃那种花肉弄的那种水花肉，我觉得比较好吃。没办法，我就是喜欢吃肥的，懒个嘛。如果有朋友来到这个石桥铺附近吃饭的时候找不到地方吃，可以来这一家尝试一下，还是挺不错。我是大强哥，那么喜欢 UP 主的，想看更多美食的，可以点击关注，一键三连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